什么意思？我全都收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在河滩，你到底杀了几个人？一个。 我想起来了，我真的没有杀他。他当时是和荣金针在一起，我是想连他一起杀的。可是他跑了，他的枪卡壳了，我还冲他开了两枪，他掉头就跑。我真的没有杀他，我确认我就杀了荣金针一个人，请你相信我。 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要离开这里，转到地方上去了。而且，你走的并不光荣。我来送你，就是要叮嘱你几句话：跌倒了，就要爬起来。 只要当过一天701的战士，你就永远不能忘记701的精神。走到哪儿，都不能给701丢人。是，大点声。是，这就对了。 有什么要求？在我走之前，我想再去看看荣金针。
这些信要是真的送到我妈手上，那该有多好。